怎么了？您自己看，除了这三个孩子之外，这段时间没有任何人近距离靠近过这辆车。我们的孩子也不会撒谎，索性把钱赔了，就当给孩子买个教训。我没有撒谎。你没撒谎是监控器撒谎的吗？他到地下停车场去把人车给刮花了，赔了53000，本来要赔16万，我就给你报销啊。